今天呢，收到了客户寄来的一件老工艺的双龙，客户想让我们整体再修改一下。根据客户的要求呢，有两点：第一，种水要做一个提升；第二，寓意要做出来。根据我们对材料的研究呢，把边缘做成一个圆弧度的形状，像手镯一样。这样的话，种水会体现得更加饱满，然后更好的能散发出来。里面呢，就按照它原本镂空的双龙的这个造型，给它改成两条鲤鱼，有名利双收之意。因为材料本身有镂空，然后造成了很多空缺，所以对我们雕刻有很大的限制。无论雕得好与不好，请留下你的评论。